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修修，我们继续来看看这个老药队民间最强草的另一场比赛哈。我们这场比赛的话精彩太多了，上次是更新了一期啊，主题下边之后打逆向啊，直接这套是可以在一个奈落落啊，直接重手然后直接养，老药也是挺强的。那看看这局鹿死谁手啊？后面的话也是非常精彩，一个抓下去点一下，正中手牵制抢招，继续重手哈。他重手的话很习惯，就是在你起身的时候已经先出了卡晕，一套拿下来，高能还在后面哈。注意他这个重手，好小心防掉。自己失误了，这一套下来七连啊，晕了。你看也是站重手哈、啊、站重手，然后接一个轻手啊，然后接一个升龙，但这个升龙有可能是想接这个无视啊，有点失误吧，但是也是同样非常精彩啊。这边好看记得点赞啊，关注修修不会走丢。